们就啊，终于晃着晃着，我们就到那个登机门了嘛，出发了。那我们就来拍照，那我们来拍照，我们来拍照啊！哎，我的手机啊，我的手机，哎，我的护照，哎呀，我的护照，好奇怪，先停一下。哦，奇怪，我这半边本来没什么知觉的，今天好有活力。他说因为他真的很忙，因为他是这个婚礼顾问公司。对。然后呢，那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要出国嘛，那很多人出国，可能有的人一个礼拜以前就在整理行李了嘛，对。他都是搞到最后一天的晚上。而且呢，回来已经十一二点了。我们箱子摊开给你了，你要不要赶快整理一下，然后洗一洗，我们就睡了。因为早上可能对不对？五点就要出门了，比如说要坐七点的，比如说啦。好、哦，他说啊、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没关系，我真的很累了，我真的很累。你现在逼我也没有用，我真的很累。我调个闹钟，比如说我调三点，我三点起来整理，这样 OK 吗？哦、好像也可以啦。我常说，可是你确定吗？这样不是更痛苦啊？又睡了又起来啊？好，没关系，你很辛苦，那你就先睡嘛，哈、哦。每次都是一起啊！怎么五点半了？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呢？那你也知道五点半了啊？那个我们有叫计程车嘛，送我们去机场嘛？啊，那个司机大哥可能已经在楼下等了嘛？对。啊，当然随便乱抓，擦，弄好啦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哪有这样子？不要这夸大。我没有夸张，因为你情急之下，你就是随便乱，我被杀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我赶快走了，对。啊，前一晚才说啊，终于 OK， 来得及赶上了。然后不是就去那个手提行李的，对，要过 X 光，对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一过 X 光了以后呢，啊，那个海关人员就说，这个包包是你的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我看是一个化妆包嘛，哎，那里面怎么有一个小剪刀？啊，先是这样的哈，因为这种比较尖锐的这东西没有办法带上飞机、嗯，那我们两个方法处理，一个呢就是你要现在退回去，退到最外面、那个 check in 的那个地方、然后你请他把你的行李找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小剪刀放进去托运，哦，托运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就没收了啊，对，好、哦，那我说啊，那算了，这个剪刀多少钱、啊？是没什么、啊，就没收不行了，我跟你讲，不行了，这个我在日本买的，我真的买不到，因为我要剪这个睫毛，我在不要。你是在笑还是在演？你刚刚是在演吗？你这样按我怎么讲？夸张就要那个。我没有夸张啊，他说小剪刀不好买嘛，对不对？阿拉就说啊，没那个你那个我要，我就这个我真需要，我去那边不好买。那我就又退出去，又最外面有没有？哦，有一个替代役的就带我出去最外面，你知道那个是要一关一关一关进来的。好，我想说哦，终于没事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小剪刀也都处理好了。然后我们就啊，终于晃着晃着，我们就到那个登机门了嘛。那登机门外面是不是一个那个落地窗大玻璃，然后从那玻璃外面可以看到你等一下搭的飞机嘛、嗯？那我老婆就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我们要出发了，那我们一家人拍一个全家福啊，背景就是这个飞机啊，我们来拍照哦，出发了，那我们就来拍照，那我们来拍照，我们来拍照啊！哎，我的手机啊，我的手机，好奇怪，我的手机、啊。”他说啊，手机嘞，手机到哪里去了啊？在计程车上充电，想起来了吧？不行，那里面有很多我个人资料，我真的我一定要找到他啦。我说你现在找到他，你怎么找到他？没有，我去这个机场门口跟他约。我说机场门口，我们现在已经在登机门呢。你现在一关一关退出去，你知道有几关吗？那个司机大哥呢？他发现手机没拿啊，他也不好意思离开，所以他那边一直绕圈圈。哦哦、那刚好哎、欸，他们电话联系上了，他真的要走出去外面拿哎。可是你想想看，我们前面已经折腾那么多的时间了，我们要登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确定吗？万一我们家飞机起飞了怎么办？他说嗯，没关系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因为呢，香港有每天有很多班嘛。你先带小孩，你们先上去坐飞机哈、哦，那我就去跟他拿。如果来不及的话，我就坐下一班，我们在香港机场会合。我跟我儿子，那没办法，那我们就先上去飞机坐着嘛。哎，最后一刻他来了，哎、欸，我想说哇，好棒！看到他，我觉得我省了好几万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很棒啊，他就来了啊，那我们就很开心了。这样到了香港以后，我就说，哎、欸。
大家快一点哈，因为我们要一出关了啊，我们坐那个机场快线，它号称24分钟到市区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们就叉烧包乳鸽就可以吃喽，啊，动作快一点哈。OK OK OK 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去那个要过海关嘛，对不对？那海关那边就有一些服务人员说啊，各位乘客不好意思啊，那麻烦拿把你们的护照、签证拿在手上啊，以便快速的来通关这样子啊哈。啊，我说哦，我就回头跟他们两个讲说，哎，赶快护照的什么东西呢拿出来啊哈。啊，不要让人家就到了你又在那边找半天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护照拿出来。他说护照，哎呀，护照，哎呀，我的护照，哎呀，我的护照，好奇怪。这根本不是发生在同一天，同一天，他不是发生在同一天，同一天不是同一天，而且你手指头指着别人笑别人的时候，你也要四只手指头指。还没讲完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还没讲完，可丽姐，你赶快，还有，还有，不是，然后我怕你没命啊，对啊，先停一下好不好？先停一下。哦，奇怪，我这半边本来没什么知觉的，今天好有活力。然后我又说护照呢，你护照呢？你不可能没有护照，因为你刚都上飞机了嘛，你怎么可能没有护照呢？他护照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他一进来以后啊，好高兴，终于赶上了。那个飞机前面不是都有一个口袋吗？里面放一些什么逃生须知啊、免税品、杂志啊，有没有？不是有一个口袋可以让你放东西的？他就把护照放在里面，耶，我赶上了耶。然后下飞机他就走了。那我们又三步并两步不回到我们那个登机门，我们不下飞机的那个门，有个打扫阿姨出来，不要弄了。打扫阿姨出来，啊，我们就跟打扫阿姨讲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比如说我是34C 嘛，我乱讲哦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帮我看一下34B， 就在我旁边而已。啊，有那个口袋在里面有护照，可不可以帮我们看一下？拜托拜托。又半个小时啊，阿姨才姗姗走出来，拿着她的护照。哦，好不容易有护照，我们就通关了，这样子啊。跟我们坐同班飞机的，现在应该已经在吃乳鸽了。我们还在飞机场里面。